了个胃，我回来嘞。我准备找一个大哥哥，大概哥上了两个影片，有快要两年了吧。好，反正今天我要决定要再重新拍一个 vlog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韩国。我们现在拿到行李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去找我们的车子，然后等下就前往我们的滑雪村，然后今天晚上会住在那边，明天再开始滑雪。这是我们明天要滑雪的地方。我们到了看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找吃的。我来 room tour， 这一间。我们现在在地下，它地下是一个卖场。我们在看到吃的，这超酷！你看那边那个是碰碰车。早上好啊！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外面，那边有雪，而且我们现在讲话都会吐痰。我真的不敢边滑边录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在这边跟你们讲话。我们现在已经一直滑出雪，滑到最强的了。我们滑得非常的快，但是不是故意的，是我们停不下来。我刚才滑了中间的两次，我直接摔三次，我还撞墙。问号。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滑，一直滑，总共上下大概快十分钟，上去五分钟到六分钟，滑下来大概两分钟。嗯哼。超好玩，很酷。拜拜。我们等一下前往恒大。就在车上，我们接下来几天都会住在恒大，然后到最后一天晚上会去住另外一个饭店。到恒大之后，我们要去一山洞吃东西，逛小逛一下，接着就去看真美。City Walk。这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三天的住的地方，我们把东西都 settle 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这是我们感觉的面包里面有抹茶。
类的。我现在长超好笑，我刚才爬一个楼梯，所以我现在快喘死了。广市场现在去了宝宝屋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东大逛街。24 hours later， 晚安各位，已经来到第四天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马铃薯排骨。我们现在在排队。我们的旅程来到了倒数第二天，要去明洞，然后我们 check out，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行李放在那边，等他再回来拿行李之后呢，下午就去离太远。现在前往吃晚餐的路上，要吃烤肉。节奏就开始发疯。One eternity later.这是这次的韩国之旅，今天就到这边，再见了各位，拜拜。